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鸡汤，很开心今天又跟大家在这边见面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的第二阶段的教学。在上一个阶段的教学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单音旋律弹奏的一个重要性。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是，当单音旋律都已经熟悉了，那和弦也基本熟悉了以后呢，我们在进行单独演奏的时候，把它结合起来的时候，可以有哪些方法来使用？今天鸡汤会提供我自己常用的几个方法，来作为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只要是教学影片哦，每次在开头的时候，鸡汤都会花一些时间去调音，而且还花的时间有一点点长。那其实，在弹奏作品的时候也是，只是呢，我把它剪掉了。但是在教学的部分呢，我就觉得应该要保留下来，因为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事前的调音是很重要的。你确定把音准都调准了，然后我们再来开始弹奏练习，甚至是开始表演都好。那如果你音准没有调好的话呢，其实在弹奏的时候，除了不太舒服之外呢，长久下来可能也对学习有不好的影响。所以鼓励大家在弹琴之前呢，都要进行确实的调音，不是调音器夹上去随随便便就好，断断断断调一调，就好像准了就开始了，没有去管到底有没有准，到底有没有确定是 OK 的，这样子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大家要重视调音这件事情，因为音准对于乐器还有音乐来说是重要的。OK，我们说一下在左手的部分基本上呢是差不多都是随着旋律的所在为重点。那如果是我们同时要弹奏旋律以外的和声的话，那就要知道当下的和弦是什么和弦，至少我们要知道，诶，是哪一个大和弦，哪一个小和弦之类的。那有些情况下，小七跟没有七和弦是可以被接受，比如说常常有朋友知道 E minor 跟 E minor seven，好像听起来不会相差太多，但这个仍然要看状况，有些情况下还是不可以通用的。所以如果你觉得E minor 等于 E minor seven，那其实这个仍然是不算正确的。有些情况下确实听起来不明显，在编曲的时候可以因为韵指的方便程度可以稍作调整或者稍作替代，但是有些情况下则不一定可以稍作替代。OK，这个是题外话，我们说一下这首歌。在第一个部分呢，有一些朋友的疑问就是说，哎呀，你这个没有给我旋律的乐谱，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弹这个旋律。那鸡汤的回答是，在这首歌来说，在 C 调编曲呢，C 调是没有经过什么升降音，就是一个 C D E F G A B 的瞬间音阶，而且这首歌的音域并不会横跨得太远，就是最高就是好像到2点发吧，1点的发，就是到 F 四，副歌最高嘛。就没有了。那各位应该可以去熟悉一下 C 调的音阶。在第一个阶段的教学里面呢，我有附上部落格，在给大家做练习参考的 C 调音阶。了解了 C 调音阶以后呢，再来掌握这首歌的旋律，相信是不难的。好，我们来看，如果要同时弹奏旋律跟和声，在演奏方法上有哪些手法可以使用？我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单纯使用大拇指的爬音式的演奏。这种演奏方式的特性是，你的旋律是最后出现的，那让它停在旋律这条弦，那它最凸显出来。缺点是，你的和声有可能会因为旋律所在的位置被牺牲。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 A minor 或是一个 F，但你的旋律在哆的时候，你就只能停在好，或是这样子就不知道是 A 麦还是 F 了，只能从前后的曲意去判断。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可以有食指加进来做上爬音，
可能就好一点。但是用食指做上爬音，或是用大拇指做上爬音的音色会有比较不一样的问题。所以这里呢，就是一个它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它的缺点。那优点是你的右手可以只用大拇指，相对思考的逻辑会比较简单一点。色会比较统一，所以呢，这种演奏方法呢，被我觉得是很适合初学者入门弹奏的一个方法，那也推荐给大家可以作为一开始的尝试。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二种呢，就是把你的食指加进来，同时使用这个食指跟大拇指来做弹奏。二指的弹奏呢，在乌克丽丽上是常见的，因为它只有四条弦除以二，刚好是二，一个手指负责两条弦，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有些时候有食指可能负责到三条弦甚至四条弦，它不是绝对的，要看状况。那二指的弹奏，食指的部分有几种，第一种是单纯挑一条弦，第二种是挑一条以上的弦，好，第三种是挑整个上刷上扫。这里你要用到的是你的手的这个关节的力量，好，它就不是用这个小关节，小关节就变挑弦，就变抠弦，这是不太一样的。OK， 好，食指加进来之后，大拇指仍然可以同时配合做下拨、爬音，或是拨一拨弦，或者是刷弦，或者是做伴奏中的功能，比如说。这是一种二指的演奏方式。如果光是二指运用得当的话，其实就非常灵活了。你可以用同时，比如说，好，或者是你也可以用这个。食指同时还可以有下刷的一个选择嘛，那就可以有一或是二或是三的这个动作，大拇指上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好，都是可以，就是一二三四，有四种路径可以用。那这个是二指的部分，那三指的部分呢，则是体现在抓。三指很像鹰爪功，抓，好，它可以同时抓，也可以分散抓。比如说像这个，也可以在同一条弦上，比如说。好之类的，那三指的运用就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三指同时可以下刷，然后二指保持食指跟大拇指那种刚刚说的二指的弹奏方法，三指用来刷，或者是分散和弦，是三指的一个轮流使用，好，各种。
那我在弹奏的时候呢，经常将三种，比如说大拇指、大拇指与食指、大拇指与食指与中指交互使用。我并不会单单只使用某一种，因为这就很像，一个厨师他可以有很多种刀具用来料理不同的情况，需要用到什么工具他就用什么工具来料理，他不一定只会有一种工具啦，因为如果他只有一种工具他可能会被限制住，就好像比如说我有不同尺寸的琴，我有tenor， 我有 soprano， 我有 baritone， 我适合用来弹不同曲风的曲子，用 soprano 就会弹觉得适合 soprano 的曲子之类的。而你的大拇指纯大拇指跟二指跟三指好，那这三指交替运用呢，就会让你产生不同的味道。而一首歌曲里面呢，它有起承转合，它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静有动，有强有弱，刚好就可以利用这些手指的指腹、指甲、指腹、指甲、指甲配指腹、指腹配指甲、指甲配指腹配指甲、指甲配指腹配指甲啊，各种变化去，产生不一样的搭配，那让你可以把这首曲子呈现得更丰富。而至于什么地方该用什么，什么地方该用什么，我觉得这个各位可以去参考不同的人的弹奏跟诠释，而得到你自己的弹奏跟诠释，这是好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没有标准答案，也不需要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去认为这首歌应该怎么样诠释更好。那当然原曲是一个值得被参考的，但它是一个典范。但是除了原曲之外，你也可以去创造出在乌克丽丽上，或者是你在跟其他乐器搭配的时候，不同的搭配之间要有不同的一个方法。就像一颗鸡蛋，它可能可以变成水煮蛋，也可以变成荷包蛋，也可以变成皮蛋，嘿嘿，也可以变成咸蛋，它可以有很多方法的呈现，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才是好的。这个就看你怎么去安排。好，我们来示范一下三种，比如说爬音的刚刚已经示范过，如果是食指上挑，它一次敲两条弦就可以做出和声，你看。左手只要跟着和弦换，这是以食指为主角，如果大拇指加进来就是，一个是下，然后一个是上，交互使用就可以有变化。好，各自啊，大拇指下有一个稳重的感觉，食指上有一个强调的感觉，所以这各自体现出不同的感觉。 OK， 我们来看如果三指加进来的时候可以呈现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三指的时候抓一个和声出来，这里呢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就是主旋律在哪里的时候，你的哪一根手指头就要特别用力，比如说在第一弦的时候，
好，再第二弦。好，所以主旋律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需要被强调的。而三种方法交替使用的时候，就关系到主旋律在第四弦或主旋律在第一弦的时候哪一种方法，主旋律在第二弦的时候哪一种方法比较能够顺利的、更好的、更确保的去强调掉主旋律，这就是一个取舍。这是有时候为什么在这里用这个方法，在那里用那个方法，可能是因为对我来说不见得对你来说一样哦。对我来说，这里这样子使用更能够强调主旋律。那你要知道，就是说在和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配合，它是一个衬托，它不是一个主角。那主旋律永远是一个需要突出一点的家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把它拱出来，让它在最明显的地方被看到，而不能被淹没。 OK， 这个是我们在弹奏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好，所以我们有三种方法互相搭配使用呢，可以得到很多种的变化。那这个前提是我们左手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时候按压的是什么音，那按压这个音的同时呢，当下配合的和声和弦是哪一个，那不能搞错去按到不应该按的弦，产生不对的和声，产生不对的和弦的和声声音产生出来，那就是你的左手要熟练，要清楚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个位置，而你的右手也是要熟练，要知道现在当下你的比如说大拇指向下爬音到第几弦要停，因为什么旋律在那里，食指二指的话要从第几弦开始挑，是从第一弦开始挑，还是从第二弦开始挑，还是从第三弦开始挑，好等等，因为旋律在那里，或是和声怎么样之类的，或是你三指的时候你要从哪一弦特别用力，这个都是你要很清楚的事情。因此在演奏的之前，其实基本的扎实是必要的。各位平常可能比较少去做一些基本练习，比如说很无聊的空弦练习啊之类的，好，或是二指的空弦练习。三指的空弦练习。啊，音阶练习。啊，或是说这个和弦练习。能不能去练到，就是不用去看琴，然后不用去看手，然后可以把东西弹对，那这样子能帮助你在演奏的时候更加的自由自在，不会好像被拘束一样。再加上如果你对于这些常用的调性，比如说我自己常用的调性 C 调啦、D 调啦、F 调啦、G 调啦、A 调等等啦，常用的调性熟练的话呢，你根本就不用看琴，这些和弦在哪里你稍微瞄一下就好了，好，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你这些基本的很不熟练，你就是拿起一份完整的演奏谱，然后来照着谱上面的四线谱，那更危险了。照着四线谱去做练习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按图索骥，按图索骥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应该能够判断方向，你要能够掌握你自己要走的路径。你们有去看那个摩阿娜吗？那你电影里面也在说啊，在海上行船的人呢，你要能够透过星星的位置啊、风的方向啊、太阳啊等等去掌握那个位置。其实在音乐上也是有类似的异曲同工了的一个奇妙啊，就是说你把一些基本的元素掌握住之后呢，你就可以很清楚了去发现自己要走的那是什么路，在什么路上面。所以当上一个阶段或是每次我出了一个单音的教学的时候，有些人说我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这个部分去弹出旋律，那通常我的回答是说，那是因为你那个调性的瞬间音阶和基本的组成音可能都还不是很了解，你应该先从那个基本去了解。如果你一开始就拿了我给你的演奏谱然后去练习，那你可能就是好像我先给你一个五楼，然后你四三二一楼我都不管你有没有，你就是照着五楼的样子好了，那就变成空中楼阁，非常危险。如果我们想要把一个东西玩得长久的话，基本还是扎实的。不只是乐器啊，比如说打个羽毛球、打个桌球，你想要长久的话，那基本的发球、接球、正拍、反拍你总得熟悉啊，脚步怎么移动啊，重心怎么转移，对不对？那这就会影响你后续在进行游戏的时候的乐趣啊。那就好像是弹奏乐器，如果你的音阶熟悉，你的和弦熟悉，你在指板上的位置熟悉，而你的指法、你的右手的手指运用熟悉了以后，你可以弹奏很多东西都可以很快的上手，而不是很勉强的去按照一份乐谱按图索骥的去苦练然后去硬练，那这得到的乐趣就差很多了。所以啊
也诚恳的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去在乎基本功的培养与累积，那就是从常用的调性、瞬间音阶、瞬间和弦，那一种指法、两种指法、三种指法，每种指法都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它才可以有交互使用的可能性。那就比如说你学英文，你的英文要好，那你的中文也不能太差啊。如果你中文太差，你光是英文好，那你想要表达的东西用中文在思考，可是你的中文不好的时候，你英文也很难太好吧？那就像你英文要学中文，要学日文等等，你都要有一个基础的对语言、对文字语言的一个认识，它是相通的。那同样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一指法，或者说我二指法，我对这个琴用不同的指法都要有一定熟练度的操作，我才能够去相通互通。那这是我自己得到的一个心得，也跟大家分享。OK，那这个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呢，需不需要有第三个阶段的教学呢？就看这个阶段的教学对各位来讲的收获怎么样啊？你可以用三指，你可以用二指，可以用大拇指。抓住变化加进来，那这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依照你对这首歌的了解跟认识，还有你对于你参考的弹奏版本去做一个解析理解，然后进行再诠释的一个动作，而这个是真正能够让你掌握演奏的一些know how 一些。该怎么说？要诀啊，观念，核心的观念。所以，我在这里提供的教学分享呢，主要是跟你分享这些核心的观念。你有没有可能看了这个影片就马上学会呢？其实基本上不可能，因为我并不是为了初学者而设计的。但是我希望呢，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基础呢，你看了这个之后呢，你可以知道从什么方向去累积，从什么方向去练习。相信我，这个路呢。它并不会花你太长的时间去走，而你很快呢可以感觉到自己能够掌握到比以前有更多的东西，那恭喜你呢，就距离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演奏呢又近了更大一步了。OK，有任何的问题呢，邀请你提出来，跟我交流，跟我分享，也跟大家交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尝试着做，那也邀请你呢，可以录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交流，这是我觉得进步的最快的方式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邀请大家呢，提出自己的心得啊，跟。如果有觉得哪边需要补充呢，也跟我说，那经常会再看情况呢进行调整跟下一次的补充。好，希望很快呢跟朋友们下一次再见面。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好好练琴，琴艺精进咯，Aloha。